今天是5月29号，疫情爆发后的2个礼拜，所以现在出门全程都要戴着口罩。那因为换机油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那就开来停车场换机油。那我在的这个地方是巴德立体停车场，好处是这边是它不是地下室，所以它有这种通风的空间。你看，这样对流。好处是让引擎早点降温呢，因为引擎基本上会非常烫，当达到运作温度的时候，大约都是在90度上下。那建议它换机油的温度，我个人认为就最好是在水温表大概已经接近底线的位置换比较安全。第一个是机油碰到手的时候不会烫，第二个是机油的这个盖子哦，在引擎热的时候，这个基本上转不开的，因为引擎会膨胀嘛，金属膨胀啊，塑胶壳就卡住。那我这边就是先架好，然后东西也都预备完成，那现在就是在看风景，等待换机油吧。来聊一聊这台 Previa， 我开了大概快6万公里的心得好了。说真的，这台车的油耗蛮糟的，没有跑高速纯市区的话，1公升大概有个8就不错了。那高速，我记得我上次整桶油全程95%高速，我1公升开到11多，哦，那时候整个是觉得这台车根本就超省油。但是看看别人的 CRV 五代，随便踩130、140再开，每公升还有15、16，哎，算了，不要计较这么多嘛。那这台车也开了几年，真的是有很多问题想要去靠背它的。第一个，这个后座中排吼，看到吗？这两张椅子，告诉你，过坑洞超级吵，因为那个滑轨是塑胶的，啊，久了就会有那个间隙。啊，你基本上没坐人的话，你每过一个伸缩缝，扣扣，你就会听到塑胶咔咔。所以呢，你想想看，你高速公路或高架桥，你应该会过10几20个伸缩缝吧？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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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趟路吵得要死。但是很奇怪，坐人就没问题了。所以这种7人座啊，真的是要载人。像我这种单身一个人开的，可怜。然后下一个要靠北的是这个六角锁，它对到那个位置，不知道是里面又有什么问题。好像听说也是一堆车友都有，而且不止 Previa 这车种。也是一样，过伸缩缝，过那些窟窿，咔咔咔咔，一直吵。所以你过大一点的窟窿，就会变成是咔咔咔咔咔咔，三个声音一起来啊。那边的声音比较小，可能是我距离比较远听不到啊。这两张是因为声音真的太大了，都听得很清楚。再讲一些靠北的地方，第一个天窗看起来很棒，可是它只有往上推的功能。然后高速公路吵得要死，盖下来一样，漏风声音超大。我这台车从出厂到现在应该接近18年了，天窗没换过，没有漏水，很棒。然后第二个音响主机换完还不错，原来的音响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没有 USB。那个年代应该也不会有啊，所以也不能算太靠北的地方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中控台。上次去清洗冷气，18年没清过，清完中控台也是一堆异音啊，尤其是那个位置那个底下哦，每一次过伸缩缝也是吵得要死，你就听到塑胶挤压咔咔咔咔一堆声音。在吐槽的是槽控，这种车你不能要求它过弯多快或者是多少刹弯加速多好，不可能，可是你起码刹车要给的好一点吧。这台车那个刹车哦，软到一个不行，基本上你开轿车的刹车距离，这台建议最好抓到3倍，没有3倍的话，你自己都觉得你要撞到前面。然后去给车厂看呢，这个刹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刹车只有单活塞，一台接近2吨的车只有单活塞，这台车干燥重，我没记错就已经快1.9吨了。你机油、汽油再加人坐下去，你满载，不要讲满载好了，你坐4个人而已，少说有2.1吨、2.2吨吧。然后你给颗单活塞，刹不住啊。然后最后一点值得去吐槽的就是它的隔音，
虽然说这种快20年的车，你去吐它隔音真的没有什么意义，可是我必须得说，它在如果是时速60以下，真的很安静，而且如果你是怠速原地等的话，真的是超安静，你连现在新的国产车都很难跟它比。可是你当你时速一上60或是80的时候，第一个挡风玻璃你根本就觉得它是破的，那个风声超大。然后第二个底盘的隔音，你低速觉得还 OK， 你一到高速吼，那个风声大到一个夸张，基本上整台车的噪音都是来自于挡风玻璃的风声以及底盘的隔音，这两块是它还蛮值得让你去改的地方。可是第一个很烧钱，第二个如果是有套件的，基本上也没货，你不用去找。但是讲真的，你以这台车的规格换到今天的二手车价来看，大概20多万买这种车来开，你用20多万的同价位好了，同价位的中古车，你很难找到这么好养、不会坏，不能讲不会坏，就是问题比较少，不会像欧洲车那么多。然后就各方面表现而言，真的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有新车，你有在开新车的话，你两台车真的不能比，你比了你就会开始有点后悔。但是以我用车4-5年而言，其实这台我一点都不会后悔，我反而觉得很庆幸拥有这台车，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 MPV。 那 MPV 的选择还有哪一些？ Odyssey 太贵买不起，新的 Previa 太贵买不起，那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你像以前的那种Mazda MPV 那种3000cc 的，你要我养那个费用很高啊。在车子都那么大一台啊，我这 Previa 其实说真的4.8米而言算短。那我长期下来的心得，真的只有要靠背的就是刹车，刹车这个是原厂给你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东西，其余都还好。